87再加170再加，哇，61给你玩，给全都给你。运气比较好的是哈基吧？对啊，对。又一张，再去，再去，被升归本了。给你，再给你，给你玩，给你玩，多玩一点，哎、欸，我想要先去比酒桶哎、欸。对啊。等一下，我没有动啦，干嘛啦？我还没轮到我啦。这样大声。我去哪里？你要回维克堡吗？还是什么？你好像没地方去了哎、欸。要上船吧？你上船，等下来接影月吧。对啊。你把船开到岸边。好，这个保险需要东西要买吗？没了吧？应该没有吧？没了。啊，因为等下是不是要回去买烟斗啊？啊，我去买草好了，那我钱给你，还有缺吗？还我说我要给吗？三没有草，自己买自己的不是吗？你可以分给，不是啊，他把草买的光啊。先把它买光嘛，然后再分给大家，对吧、啊？好啊。没关系，我先去买，到时候再以钱用钱买草。好，你钱够吗？够啊，不够吧？够吗？一个69哦，差20块。啊，等一下，我回来拿钱的。哦，回来拿钱的。这个人哦，我杀他。回来拿钱的。哦哟。给了，我都给我钱，所有钱20块就好了。哎、啊，等一下还我嘛。哦，好哦。等一下169嘛。哎、欸，没有啊，你再扣掉草的钱。一二，哇！这草不会先给我？哦，这个人真的强了。中毒哦！好，不管了，就这样吧。哦、还是中毒了。哦呦，中毒了。好了，我休息。加三扣三，我没事。好爽哦！我决定在这里等你们来接我了。我是应该回个庄子，哎，不是前子。还钱！草嘞！等一下拉上来再分嘛，对不对？我的草嘞！我给你一个69。69。我马上画，我草嘞！我现在去。等，他不是要买烟斗。还是你不用买烟斗了，没关系啊，好，那现在去哪里？右下，右边，右边下面，哎，可以哪里啊？二棍码头那边吗？对啊，披萨，感谢牛排蛋糕。哇，还有吐司哇！我要先把附近照亮吗？照，要照靠二棍码头这边还是靠？Yes， 那一边。你挑。我挑，我觉得二棍码头这边我们会看到。好，滑过去的时候就会看到，所以我照这一边。照什么？只有还有一本照吗？去、自己请走。没有东西。好吧。所以我们现在一样二棍码头。嗯，二棍码头。我们去找浪人群岛里面的。Overwatch 前几天玩过一场而已，不是一场啊，玩过几场而已。我们要去把那个黄色地层踩开来，要看见那个水之神殿在哪。嗯。我们先去把那个激活好不好？哪里？又在哪里？左边、右边、下面。海怪守望塔。好，在二棍码头旁边。有，最小。
欸，这里有雕像，等一下想插后面，谁去？我去，又你，你的经验值就是最高的喽，又是你，那就把你养肥咯，你去，那我在，我请靠在这边，好好，睡觉睡觉，有什么啊？哎，昆拉多，昆多拉，那就我去了啊。好啊，等一下你把我给你凤梨，什么塞凤梨？你们在讲什么东西？想塞哪里啊？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哦，那个塞凤梨的笑话吗？啊，什么意思？你真的要听吗？我怎么记得是椰子还是榴莲啊？你要听吗？啊，你讲。比如你跟团团，嘿，因为飞机失事困在一个食人岛上，啊。然后酋长就被酋长抓住了，然后酋长就问你们喜欢什么水果，然后你知道了吗？好，当然我还是没听过，我只是觉得，好，阿基就说他喜欢番茄，然后酋长就说好，你去收集50颗番茄，然后阿基把番茄带回来之后，酋长命令你把番茄全部塞到屁股里面去，但是不能笑。番茄不能喷出来，然后你就塞了大概20颗之后，团团抱了一大堆榴莲回来，然后你就喷出来了，懂了，听懂了，我大概猜得到，然后还好团团不是说抱一堆甘蔗那个猪蹄回来，阿基不要笑，要逗我，我刚才想这个了。啊、怎么塞进去吗？不是啊，这个前面也有一个啊，这里有一个，对吧？啊，有人在想要用什么东西塞进去啊、哦？怎么塞会比较好塞进去？哎、欸，要有先二姑码头跟那个海盗海湾接任务。洪水逼近了、啊，洪水来了。下一个灾厄一定要打哦！哦，那个灾厄，我先去。他是会多跑一格，是不是等于跑两格吗？什么东西？那个灾厄，那个灾厄好像是你打、就是、你打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麻痹的感觉、嗯、哦，会有一个，他会突然把你改败。嗯，哦，两个物品，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刚刚修东西的，哎呀啊！刚吃下去的，拿出来吃啊！这有没有人要啊？防止酸性呢、欸，东西不会坏。项链，我、哦、不要。去码头。我们要把黄色点踩一踩啊！这里有黄色，刚这里有黄色点。等一下吧，这里有黄色点。480。哦，他这边的烟斗怎么才270呀、啊？对，刚刚我们300，这边270。对啊，这边草才62，刚刚那边69。哎，嗯，不同地方物价不一样。妈，我接418的金币的任务哦。好，那、啊、你没买草？还没啦，我要接任务嘛。好嘛，接任务嘛。好嘛，不急不急。好嘛，不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力量，哦，这力量头好猛、啊，好力量哦。对啊，好力量哦。啊，士兵护甲，好信台道士。免晕呢，力量头免晕，好棒哦。对啊，可是他减意识，意识没差吧？嗯，我如果说我想买这个，还蛮划算的。我先买烟斗，感谢牛排，然后买一根草。嗯，等一下，法杖是什么？冷静水弹，冷静一点。看一下，冷静是恢复专注哎，冷静二也是恢复。你是冷静二的、哦？嗯，这是脑袋的。对啊，这是我用的啊。我是不喜欢那个啊，才能的老师，我就这把这只我可以买，好，
间，然后卖掉一些东西。哦，我原来我有一个技能是全体燃烧哦。哦，所以刚刚那个才会起来又马上烤上去啊。嗯。哦，这个法杖，刚刚那个水晶球36块哦，这么值钱啊？哇！感谢牛排，什么塞牛排？有没有讲什么东西的？塞牛排，他应该是带了很多牛肉回来。哎呦，我改天就问你们要不要吃牛肉。看你等下改天那个机场的狗狗就是在闻你屁股。不是，走到你屁股旁边坐下来。对，就坐下来，是怎么了吗？狗都闻你屁股，没有屁股塞肉啦。然后警察就开始戴手套，然后啪，有没有？就开始塞你，挖你屁股。我们现在去海盗海湾，过来韩市长这边。哎、欸，我们还没买草啊。哦，抱歉，没关系，我走回去。阿纪有要买吗？买一个吧。那我钱给你，有事我开。咬屁股？不会啦，机场的那个什么狗狗不会咬人，它只会坐在你旁边。它坐你旁边，它们不会乱咬人。嗯，咬了那些狗就完蛋了，一坐值千金。对，真的。哎，然后他闻，发现有东西，他就会抓。懂。现在坐，等下跑来闻我肚子，然后就坐下来。我踩进去了。这是我的肉啦！这是我肚子的肉。我潜下去了啦，怎么办？你能专？哎，你不能专注。离开、啊。离开。你离开吧。你就往前走啊。我、哦、还可以走，好。啊哈，好，笑完，现在就觉得技开太强。哎、欸，有群体治疗哎、欸，什么群体治疗？他治疗是那个回状态弄掉，懒、嗯、对，懒狮子卷吗？啊，不是啊，好像没说好的这个村庄有点烂，草药精通是不是那个啊？哦哦，哎、欸，等一下，扩散器耶，有吗？烟斗扩散器，对，是哎、欸。啊，我就是说这个啊。哦，就是这个啦，对，没错啦，我以为是那个。那，等一下，你们来，我没钱了。你们来，所以是草药给一个人身上，是不是？给哈基，是不是？嗯。哈基来，哎、欸，你把钱给哈基，你把钱给哈基，你先把钱給。不，听我说，我的烟斗给我最低。是你们，你们要带。给我。好，给你。那我全，我给7块钱。你只有7块钱。我刚帮他买草，哎、欸，等一下，他的钱在我这。等一下，哎、欸，其实，扩散器我可以直接买，不用给我。你过来这边。等一下啦，我要去潜水啦。潜水，等一下再潜啊。我要去潜水。不是啊。可以先打、啊，不是吗？他只是想打，我在里面打得到吧？不行吗？看看吧，好像刚刚看到只有两个人。好、啊，那不要，不要，那就你再绕个路吧。就先这样吧。哦，好。啊，我要去潜水。那我的草是要丢你身上啊？你说的有扩散器的。对啊。对，那你哈基要不要分一些给他？我等一下等他过来，我再分给他。所以药草先丢给谁？鱼不是吗？好，对了，他不能那个、哦，不能用专注钱哦。啊？干嘛？反正你也42%，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会用到下面的、欸，开吧。哇，你买不到东西了。哇！我把钱给你，你帮我买。好，欢迎喝奶的。八点，我们赶快买一买，赶快出发。
你等下直接上船把我拉上船，我就不用动了。好，接一个游戏是 For the King， 好了吗？然后有人问我这什么游戏，我就把它字拉最大。啊，抱歉。你们就会有三分钟的时间看不到画面。我等下拉到最大，韩市长这边。韩市长这边、啊。来了就上去上船吧。烟斗扩散器。嗯。草药精通那是什么？看一下。有人不知道那个机场的狗什么意思啊？机场狗是指因为现在最近台湾很怕那个外国来的猪肉会把那个猪瘟带进来，所以我们机场现在就很多警察会带着一只狗，他会负责闻你的行李有没有猪肉。你只要他那只狗狗跑过来，在你行李前面坐下来。那代表你的行李箱里面有猪肉，那你就要罚钱了。嗯，所以基本上你在机场看到狗狗，不要太兴奋。如果它跑你旁边，你也不要太兴奋。万一它坐下来，你就该兴奋了。阿土伯，阿土伯有没有在你身上？阿土伯，有拿到了。好，那请问现在我要走哪个方向？你就上船把我拉上去。对，然后哪个方向？上下左右。现在找那个黄金点，对不对？亮亮点。对，找那个格子是问号的。好。把黄色这个先给掉，先倒看看。好了，换你了。好，我要在船上发呆睡觉了哦。好，这里上面这个吗？哇，欸、是螃蟹。我错了，抱歉，回来。你直接打他就好了。哦，好，打他。你在干嘛、啊？55%哎、欸，会过吗？对，别战斗了。啊。这个人真是强了，真的是。再动不要，他物理好高哦。护防，没关系。哦，他这回专注还有几率失败哦，这个比较烂。我之前那个书是100%成功。这个超扯的，那个真的超 bug。哦，加油！可以帮我加油好吗？哇！烧死你！烧！哎、欸，对，然后烧！哇！哈哈哈哈哈哈！哇塞！防御增加啊！不要通过，要当场吃掉。你要。被查到的话，就是罚了吧？你不可以当场吃掉，也不行吧？就是直接，对，你就是直接罚了，你当时也不行，当场丢掉也不行。就是你被狗狗找到的，你就是罚。如果你是自己还没查到之前，你就先拿出来丢掉，这样子都 OK。不要乱教人啊！但这是真的啊！对啊，就在过海关之前，你在机场还没进来之前，直接主动拿出来丢掉。嗯。但是你在飞机上，哦，你是说丢到他们的那个垃圾桶之类的里面？我们说的是出海关呐，出海关的时候，就是过那个海关门之前。懂，我以为是带来之前丢掉。不是，就过海关门之前。阿纪，轮到你的回合了。好，我们去上面这个。上面吗？哎，没有，就想眼睛，我离开这就没了。是市长的，眼睛市长的，不要，不要玩。还有哪里可以睡觉？哎，来了，再来了，哇，我在这里，哦，在那边。我们刚好经过他。我们出发喽，有吗？所有的判定都可能被篡改为失败。就是他几个小丑，最麻烦的，爸爸。应该不用判吧，反正还是要拿草啊。啊，妈妈！哎，我还可以动啊？为什么会动？结束啦，你的回合跳过已经结束了。哦，是啊，对啊。还想坐船吗？该走路喽。他又坐船了啦！哎、欸，啊，判定那个了。不过这个也会判定那个吧？这我不知道，他说所有的判定哦。没有。哦，神赐盲草可以。高级还有吧？没有了，没有一个而已。你在家里抠，
对啊，不管有不管讨不要讨论有没有罚钱，你就不要带就好了嘛。对啊，就不要去逃，不要去拼，不要去赌，你没有那个运气、啊。我给哈基这个好了。在哪里啊？我刚找不到那个在哪。我在这边。给你一个药。怕不是给我啊？给我啊？就是怕那个啊，陨月的回合来不及啊。就带一个在身上保命的。对啊。只剩一个爱心吃的扣打、啊、不是吗？哎、欸，第三个浪来了，第二个浪来了，第二个浪要来了，哇！我们是不是这次玩的比较慢啊？上次我们还浪还没来，还没看到，我们就先把那个打掉了。嗯，就来乱摸屁股啊！那个谁啊？什么啊？移动加一，搜索范围加一，搜索搜索范围。就是那个雾的那个啊，先，对，我们现在先去打他，应该还不用装吧，在附近。我们这个是你在移动的时候装，然后打他的时候就换掉，换回一个，换成烟斗的啊。这个是谁的东西？你就拿吧。我先装。你暴击。物理暴击，谁要？我不要。你装。我先收起来。你是仓那个小组在哪里、啊？哎、欸，我们是往下走，为什么往上走？往上吧，没有我在拿那个，我在拿桶子。哦哦，我刚刚在拿桶子，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怕死喽！哟，都没有美好的一天啦、啊，也没有强风啊。美好的强风。好难哦！到了，快到了，再两个人。哇，下一个灾厄也看到了，被刷新。哇，幸运草，钓鱼圣地。你看，哎、欸哦，差一点，差一点。上喽。嗯，上吧，走。我觉得这个超难打的。黑警，巴登来了。巴登，啊，对，这个超难打。啊，不要！我是谁、哎？我在做什么？哇，三个困惑。我在做什么？闪避上身，隐士草，我的。还我！还我！欸，这给他们玩就好了，我们完全不用动欸。欸，那我开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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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自动。好，这边不行，不行，我觉得这边好好笑，还是看一下。噔噔噔，他们干嘛？攻击上升，加攻击。哇哇哇！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够了哦！我操！差点跑走，差点跑走，差点跑走啊！你这个人。你想丢下队友啊？反射，反射他自己麻痹吗？他自己不麻痹，我麻痹了。困惑。哦，有，打对，打对，打对了。你要干嘛？你这个太烂了吧？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要修船是不是？你要修船是不是？你刚才吃错了，要吃到修船的。困惑，困惑，你要干嘛？可啊，你换武器，换什么武器？你换什么武器？啊，我快死了！哇！不要了，可以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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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会死哎、欸！啊，还好你可以救。我的回合动不到，太远了。哇！还是不嘲讽？被削掉一个。哎，刚刚忘记换群体治疗的道具啊！哎、欸，牛头 F 4牛头 F 4还来得及。下来了，我来了。哎，那我们等等，我们先等一下了，我们、欸、我们去看下去。先玩一下，先玩一下，这玩一下了。好。我治愈对付队伍，我先把这个打掉看看。哇，头北你好后面。哎、欸，亮，哦，他有魔抗。啊！不要啊！来！我傻，我没事。
啊，我只有我、啊，完了，我跟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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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没事没事，好哎、欸，消掉了，反正等一下会重来嘛，对，哦，开盾，这里没事了，哎，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我先补，我先补。这里太好玩了。这一只剩，我先把这一只的八滴。你也是模仿，你也是模的。模仿八，打不死，少二两点，少点伤害。拼暴击，二六，少一七，少一点。你可以暴击的。哎、欸，没有哎、欸，十七、欸、可以、欸，可以打得死，但是就是要完，要、欸、完美。有打我啊打我啊打我叫你打我你换我输出了换输了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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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到底是用了什么装备啊？揍死你！哇！对啊，搞不好过了，搞不好过了。现在才19大，盾都没了。我麻痹，我在玩屁啊、喔！你就普攻啊！对啊，这把武器是哦，上一把可以换武器吗？哦，换点燃那一把，用烧的，烧火焰琵琶膏。你烧不到他吧？啊，他你灼伤了，对耶。对啊。干嘛了？你又你又玩游戏了？哎、欸，有啦，有机会 auto F 4了啦。我是谁啊？这里是哪里啊？欸、给不给玩游戏、啊？哇哇哇哇哇！我打死你！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哦，快赢了，快赢了！后面尸体在动，后面尸体在动，后面尸体在动。哎、欸，我闪，麻了。我要干嘛？我吃草啊！浪费、啊。我吃，差五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哦，可以可以可以。打他！打他！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打他！你想干嘛？你想干嘛？你不要假装！你不要假装！你想干嘛？打他！打他！哎，打一对，可以，我觉得可以哎。好笑，二四八八九。不要重吗？二三七，快掉！群体护甲，群体魔抗，群体闪避。这还好，专注加一。嗯，哪有专注加一啊？我想说怎么做这个东西，要给你玩了、欸。好，我卷好多、欸。好，再来是上来。搞不清在做什么的众人队。你要？那再来往哪走？我们还是要去找浪人群岛神殿，对啊，大漩涡吗？我们就要回到海盗那个啊，海盗海湾那边。海湾在哪里？右上。海盗海湾。恶棍码头。我们最近的是有那个独角蛇，我们去找独角蛇的水之神殿吗？还是要在右上吗？你要独角蛇在维克堡这边啊。维克堡上面。昆多拉也有一个。昆多拉有一个。在右边。右边而已，右边而已。啊，隐约你不是有那个眼睛的，有吗？我刚刚卷轴已经用掉了，用掉了。哦，昆多拉哦，好、嗯，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水之神殿。强风，风吹呀、啊、风。因为你还是先换回来好了。打架前记得提醒我，哎。好。怕就怕是突然来袭，对吧、啊？有屁股被摸。我要去岸上乱跑了。好啊，好。不要阻止我。哇、哎！我错了，那个、哦，你还是回来好了。不要拉我去啊！
那我开船附近绕一下。开附近绕一下，我这边上面跑一跑。啊，这样。好。哎、欸，有一个，哎呦，不要，这个什么？哪边啊？在讲什么？这里有一个免疫符级。等一个人死啊。免疫加五闪避，哎、欸，加五闪避哦。嗯，就想死了。可是我们目前没办法那个啊。是啦。最没用的是我这个鞋脚这个啦。嗯。加二。哦，我看到了。韩青，等一下。嗨。等一下啊、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哎呦，我尿急。这给你。带先带起来。带着走，然后再等下。带着走，对，探索范围会比较广。对。你是哪里呀、啊？有夜市哎、欸，你们可以去逛一下。嗯。有东西。给你了，没有没有没有要打，我没有打的意思。尿尿，好，至少这只是一时的迷茫，比起上一个内建困惑及失控的粉红少女好多了。什么？哇，减呢、欸？减生命，减生命再生，伤害反射，这对我们来说是好，因为你们不用拿钱。对，好好好好，给我，先收着，为什么多？困惑加失控啊！还是要死。好。附近都没有哎、欸，好了，到哪里了？装备，就下一回换你。哎，然后夜市去过了，对不对？没有、哦、啊，我忘记去了。好，往下走。那你先不用。刚刚是有给我那个，我给你了。好。哦，救人！哇，修船工具、哦、有了，可以吃了，有东西可以吃了。在哪里呢？你们往右上角看吧。好，下面这一区我逛。来，好，我看看哦，夜市看看哦。幸运币有了，哇！然后看海螺。哦，棒！狂野法杖，鹦鹉，海螺是那个哎、欸，学士商店卖那个的、欸，开的，我记得是这个。对啊，这个是。嗯，护甲加三，仿伤，黄铜钟，嗯，幸运金币，又一个幸运金币，好像没什么要的。好，好了。嗯。哎、欸，他其实要到昆多拉哎、欸，你是要上来、欸？四百块，任务哦。对，那你掉下河包浪去。好，你不去哈拉卡接任务吗？哦，对耶，走吧。我回去啊，我头也不知道。要后头你不是吗？你啊，我忘记了。任务要接什么？它里面有400块的钱。哎，有积水哎！积水什么积水？叫积水，就是可以加三专注的那一个。都输哦。对啊。啊？它有积水输哎！积水之卷哎，有哎。对啊。哈哈哈哈哈哈